谢谢于洋老师。接下来有请喜气洋洋战队的哈哈剧社。爸呀，爸，爸，哎，干啥呢这是？妈，我爸呢？这不今天你张叔来咱们家会亲家吗？买酒去了。你干啥呢妈？你瞧瞧你爸这鞋坏的，我寻思我拿胶水给他粘粘。来我帮你。哎呀不用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哎呀不用不用，没事擦擦就完了呗。哎别动，粘上。能那么快吗？咋不能呢？你爸买胶水的时候特意问了，瞬间粘合，烤都烤不开，只能用去胶油，这可咋整？那咋办呢？人就要来了。闺女，我去买一瓶啊。啊行。哎妈，等会儿我去迎迎我爸。哎爸，最后一句，今儿上我欧叔家会亲戚，你可千万别再跟我欧叔抬杠了。你说你俩都抬一辈子了，完了会不会你还干不过人家，把我事儿整黄了呢？放心，爸心里有数啊。我估计你欧叔啊今天也不能先张嘴叫亲家啊，他要是不叫那咋的，我也不叫。妈爸呀，我说，哎人呢？哎妈，雪儿啊，雪儿，这啥玩意儿？哎呀，那个爸，啊，出去了，我上外边找找。啊，行，这菜都准备好了啊。哎呀，你说这老欧头，挺有心，知道我要来，新换的地板革。改革春风吹满地，中国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还走不了了。哎呀妈呀，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！来了就上炕啊！这咋的，主人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得站起来客气一下呢？我是想客气一下，这事儿太突然了。那是我回来猛了。这么的，我给你个准备啊，你说我再重新回来一趟。哎，你看啊，来来来啦。啊，这咋嗨不起来呢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就是来抬杠来了呀？我真不是来抬杠的啊，关键你家这炕太热情。那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我家这小炕，平常我都当电磁炉使。哎呀妈，那今天我就是那烤肉呗。算啥烤肉啊，你顶大天算个烤腰子带血丝的。我家这小炕只要一烧起来两分钟屁股都得熟，我都坐不住。哎呀妈呀，那我这都坐十来分钟了，咋坐住了呢？你就是来抬杠的。咋的老张头，喝酒喝不过我，抬杠抬不过我，来我家上炕比扛炕呢？我还真不是跟你比扛炕，反正我今天就下不了你家的炕。哎呀妈呀，这是来家里叫嚣来了呀？那行，咱俩今天重新定个规矩，就搁炕上喝，谁先下炕谁叫亲家，敢不敢？哎呀，真真的吗？我跟你俩闹呢，你就说行不行吧。行啊，太行了，一会儿你别不行就行啊。哎呀妈呀，呵呵，你就吹吧，你就来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就炕不热，我再添把火啊。咱有酒自己倒上，自己的，我不能下炕。哎呀妈呀，还得伺候你，来来来来来，喝酒。来，倒上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啥意思啊？这都会上亲家了，咋还不愿意面对我吗？不是不愿面对，这不条件不允许吗？你要啥条件呢？我在炕上给你安个转椅得了呗。也行，该咋喝你咋喝。哎呀，行啊，说正事儿吧。第一次对亲家啊，空手来的吧？那不得拿点东西吗？咋的？你就是东西啊。我不是东西。我知道你不是东西。这你说啥呢？我不带东西了吗？哪儿呢？那是啥？那是啥？拿来呀。我就是不能下炕。哎妈呀，
学吉言了，喝酒了。爸呀，爸啊！哎呀，叔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我什么玩意儿糊了？烤肉了？烤什么肉啊？大腰子带血丝的。来，上大厨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这哪是炕啊，这是电磁炉啊！你俩不热呀？热，但是呢不能怂，但是挪不动。哎呀，来喝酒。老张头啊，俗话说得好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毕竟呢，你家是男方，先张嘴教育亲家，有那么难吗？那个张嘴是很简单啊，下炕有点费劲。哎呀，挺扛烫啊！张啊，啊，添把火，烧把炕。不是叔，哎呀妈呀，这还烧啊？烧！现在老张说话就不好使了吗？烧、哎、烧。烧可以啊，来喝酒了，烧呗，来，哦，哎，不是，那个叔，您来了，啊，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你啥玩意儿糊了？烤串了？烤啥串啊？这不烤腰子吗？带血丝的。哎呀，你妈上哪儿去了？我妈出去买东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来，赶紧来上炕吃饭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是干啥呀？你俩要在炕上烤苞米啊？是，这不拉老苞米正烤着呢吗？来喝酒来。来，什么局面呢？又杠上了，说好了今天谁先下炕谁叫亲家啊？俩人僵持老半天了，谁都不下炕啊。哎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嘿，常叔、啊，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原来是你傻的！你这咋骂人呢？说谁姑娘傻呢？这啥情况？你爸粘炕上了！刚才我把胶水整洒了，你爸这吧唧粘上了。哎呀，张叔，你现在是不是动不了了？何止是动不了了，都快化了。爸，来，你下来。干啥？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干啥呀？你就别自取其辱了，指定是输了。哎呀妈呀，这还没嫁出去呢，胳膊肘就向外拐了。还指定输了，今天就是定子了，我都不带下来看的。不是输啊，我爸他这，这让你欧叔知道，不得笑话我一辈子啊！爸，啊、我张叔他你别说话了，咋的？还让你张叔笑话我一辈子？张啊，哦，烧炕啊，烧烧啊！好，呀，哎呀。差不多行了，儿子，没事，爸爸不累，爸受不了啊！你是不是傻？哎呀，皮糙肉厚啊！哎呀，彼此彼此吧！哎呀，来酒来！哎，我说，你这是不是要认输啊？这是？哎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啊？哎，你刚才说的是不是？咱俩定的是谁先下炕谁就输。是，那也没说非得搁炕上坐着，那不可以站着吗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经常讲话没有意思，经常看啊！哎呀妈呀！不是，你挺气人呐，你这啊！老张头啊，挺猛啊。就可一个地方烫着啊！我也想挪个窝，挪不动啊！来，喝酒来！哎呀，哎呀妈，不能这么整、啊！你这酒能快？再这么整，这俩老头这不烫废了吗？你爸肯定是下不了炕了，我去整我爸。对对对对对，什么？哎爸，哎于洋，哎活的进村了！
得去看看。不行，瞎看不就输了吗？在哪儿呢？来，我看看。那儿呢？扯淡，那不你王叔家大窝窝吗？大丫头骗人呢。我是老头啊。咋的？喝酒挺埋汰呀。咋的呢？你看你拉了脸，这有啥的？用手一抹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不是，叔。什么玩意儿？交啥了？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咱俩今儿是会亲家，又不是认爹，咋还跪下了呢？我说的嘛，老张头挺猛的，连面都不敢翻，粘炕上了。那我也比你强啊！我这是屁股，我也没跪着呀。哎，我愿意啊，你愿意？愿意。来来来来，喝酒。哎嘿。哎呀，酒不错呀。我咋喝呀？哦对，你喝不了是吧？对呀。那吃菜一杯。吃有菜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给我留两口，多长时间没吃菜了呀？队长，儿子。再给爹烧把炕。不是，不是，爸还烧啊？烧呗，反正我都没啥感觉了。来，烧，爱咋咋地。烧。哎，干啥呢？这是啊？啥火吧？啊？妈，烧烤呢？对，烤猪蹄子呢嘛。这不今天会亲家。咋认爹了？什么玩意儿认爹呀？啊！这俩老头都站炕上了。啥？取消油呢？哎呀，没买着啊！那我只能拿铁锹给他俩干开了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老头子，啊，咋样啊？我的，你说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再烧烧，万一给他俩烧开呢？让家家，老伴儿，不行啊！现在是红烧，一会儿成炭烤了。对，你说老张头，你说你也是的，你没事老跟我较什么劲呢？不是谁跟你较劲了？为啥非得说先叫亲家？能咋的呀？不是，这不你定的规矩吗？那这么的，你要真不在乎的话，你叫一句亲家，我听听。爸，叫吧。叔，叫吧。你叫。亲家。啥？亲家。你大点声。亲家。哎呀妈！大傻子，你叫我也不带叫你的，我气死！哎呀妈呀，我说你这嘴，我不站炕上我就咬小飞机。来来来来，你给我打我来，我这样踢你，我告你啊！别别别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还刚不刚了？啊，都多大岁数了？两个人加起来都100多了吧？能不能成熟点？这不快熟了吗？今天干啥来了？是不是商量两个孩子结婚的事儿？啊？让两个孩子咋想？不是，我不讲这么大姑娘嫁出去就舍不得，我就怕老张头没有事欺负人家嘛。你这说啥话呀？啊，那嫁过来那也不是我闺女吗？爸，你净跟着瞎操心你。叔，你放心，我指定是对雪好啊。我对你俩是放心。那老张头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上人家上炕比这扛烫啊？谁跟你比谁扛烫了？我这不一进门就粘炕上了吗？我。你想下炕吗？想啊！你叫去亲家，我再听听。哎呀，亲家，哎，我买胶水的时候啊，也买了一瓶气胶油。那咋不早说呢？给哪儿呢？抽匣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我看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来，哎呀，哎哎哎哎，管管你爹呀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，没了。别闹。还有只手呢！哎呀，你俩家连命劲多大呀！老头子，别着急啊，我再买一瓶去。对对对对，妈，我跟你去。那啥，儿子，先陪爸回去换条裤子。哎，哎，等会儿。来，爸，啊，给你挡点。不是，挡哪儿呢？哎，亲家，先走一步了啊！哎，来，亲家啊！哎呀，走了，叔。不是，咋都走了呢？把炕灭了再走啊！哎呀！